张九龄，掌声有请。给您换一个，刚才是王皓月跟这个李浩洋，俩人啊，让我们官差办案，叫什么呢？叫偷斧子。抓这犯人好些日子没找着，俩人合作了呢，好几年了。这儿一个臭说相声，打小啊，拿他领队就得了，在一块儿都是昌平人，哥俩关系非常好，自幼就哎，一敲门哦。姓什么呀？问我，姓张。继续。哎，好。他们俩说完呢，下去歇会儿。叫什么呀？叫张九林。你叫张九林？是。哦，看看。继续。哎，好。我呢，上来也得跟你们说，一个人。干什么的呀？说相声。说相声啊。好，我一个人说呢，叫单口相声。哦，哎呀！说相声的张九龄就是您，是我。你就是说相声的张九龄。对。哎哎哎，怎么回事？跟我走。干什么？干什么？跟我走。跟我走。我跟你跳。跟你上哪儿啊？哎，别让我费事儿，我告诉你。怎么着啊？你还想掏枪是怎么着？你那跟我收收，都谁让我费事？我跟你上跟我走上哪儿去？上门那儿演出去。撂起撂起，我揪出褶来了都。演员就这样对待演出方？有这么对演员的吗？啊，演出方那么厉害，就这么对演员？我并不是厉害，我是怕您呀、跑掉了。我跑哪儿去？我跑。您不是说相声的张九龄吗？对，不，你问出来的。我找了您好些日子，一直都没找着。我就是专门请您去演出。我今天终于在这儿算碰见您了，我实在是有点太激动了。哦，你是这太激动了？激动。你是激动了？对呀、啊。我受得了吗？我也没那么使劲。不好意思，您能不能跟我上我们那儿演出去？不不，你这演出演啊，什么事儿就演出，我们轻易不接演出的。我是跑腿的啊，我们府门有档子好事情、我们老太爷让我来请。啊，什么好事情？我们府上是红事。红事？红事。哦，你们老太爷结婚。我们老太爷今年七八十岁了，结婚像话吗？红事。你们老太爷求婚。您那位求对象。你们老太爷来了是吧？啊，我们老太爷不叫王九龄。红事。这人说的红事。哦，明白了。他爸都不让人说。老太爷。老太爷。啊，过生日，过生日叫寿事。好，听不懂。红事怎么个红事？我们府上啊，着火。对，着火呀。对，着火叫红事。着火可不红事吗？哦，着火叫红事。对。哦，那要冒烟呢？啊，那叫黑事。要下雪，白事。沃尔玛，超市。你这演员挺有包袱的。沃尔玛可不是超市吗？哎、大型商超。您有点玩笑了。你才玩笑。都着火了，还有心让演出呢？您没明白啊？是隔壁那家着起来了，那我们家没着啊。没着起来，我们老太爷那意思，咱们请一场演出来个堂会，来府门里热闹热闹，给大伙压压惊，压一压。所以我要请一场演出来。这么说就明白。您能去吗？这样我还愿意去。太好了，但是我们形式要多种多样一些，不光要说相声，还要什么？给我们来点那个拦路抢劫的。拦路抢劫？对。没有。有什么？有持刀杀人。持刀杀人的也可以。什么也可以？来点持刀杀人。这是拦路抢劫是什么艺术形式？这你都没见过吗？不懂。这个表演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热闹啊！这边一个人，那边一个人，拿着刀拿着枪啊，来回比划抢劫嘛，还互相打。你呀、啊，你都给人误解了。不是，就是打人，俩人打架，那叫什么？武术，武术，武术表演，这个有吗？有啊，您这个演员有会武术表演，练摔跤的，对，随便来点这个武打武术表演就可以，嗯，能找，能找，没问题，太好了，交给我，再给我们来点那个拐卖妇女的，
我们这有诱骗小孩儿的。哦呦，小孩不要，就拐卖妇女。干嘛非得妇女啊？妇女好看。小孩也不寒碜。不是，你怎么不明白？拐卖妇女又是什么呀？舞台上有一个跟冰箱一样大箱子，然后有一位妇女女嘉宾进这个箱子里，关上之后再一打开，没了，让人拐卖了。这叫拐卖妇女啊！拐卖妇女吗？这叫变戏法。变媳妇儿，对，变媳妇儿干嘛？变谁？戏法儿，变戏法儿。哎，戏法儿，戏法儿也没有。戏法儿，来俩戏法儿。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没有。对，戏法儿，想太多。戏法儿，戏法儿，戏法儿。嗯，来点变戏法儿的。有有有，这也能找。这有这有。戏法儿魔术这边演员你们也会？我们这多才多艺。太好了，这个我们找几个。还要什么？再来点那个敲竹杠的。您说这都犯罪分子的，我哪谁犯罪？我们请演出怎么犯罪？敲竹杠的，敲竹杠的，一手拿着几片竹杠在那敲啊。那个小竹杠、大竹杠，叽呱呱，叽叽呱，叽呱呱，叽叽呱呱。讲点这敲竹杠，这个都是竹杠，敲竹杠叫什么？这个叫快板书，快板书，快板，这是这书肯定没我这会呗。哎呦嚯，我们这一发一大把，是吧？啊，哦，好些会的，好些会。对，那有一位叫那个郎浩辰老爷，经常表演这种竹杠。您说，您说这人已经去世了，是吗？去世了，太熟悉这人，真年轻，是吧？故去了，对，故去就算啊。有别人会，有别人，有一个郎浩辰有小徒弟，哦，叫高峰，还健在呢。哎，完了，已经来了。哦，行行行，你随便说吧，反正随便说，反正今儿最后一天了。有点人会吧？对，就这个。对对，会会。找了他，就他。行行行，小徒弟，行，小徒弟，好好好，差不多了，这些形式。哎，还有还有什么？来点唱，唱也。来点，别光说表演的，来点唱的。唱。你们那个有那个狗曲社？唱大狗那个？唱狗曲？大狗？大狗？不是，那狗不咬你吗？这儿摆着大狗。是敲着一边唱一边敲着那唱大狗的，咚咚咚咚咚，点点还挺准的，老七点这叫唱大鼓，反鼓反鼓反鼓，唱大鼓唱大鼓，我们有鼓曲社，太棒，有些好几小姑什么张婉仪啊，哎呦刘婉晴啊，我这些小姑娘都认识，漂亮，二十位都给你找了，都给我找了，行，就这些，给我凑一共二十人就够，二十个人，二十个人，好好，上我们府门上，咱们一起热闹，咱说明白了，什么去可咱不能白去，多新鲜哈，你们可以。黑天去，对，晚上再去。我们摸黑干嘛去？不是偷斧子去？我们还说我们不白天去，不，我们不能白去，就是光上那眼不行，还得还得什么？这个这对，当然了，你就明说，对，就是这个酬劳，还酬是不是钱？是钱，随便开，嗯，我们府门有的是钱，哦，随便开，你想要多少遍？如果实在不合适，咱还可以商量。随便开，我可就不跟你客气了。二十人，你想要多少？二十个人呢？您给我往大了说，二十万。多少？二十万。二十万。您别咬牙。二十个人，一场演出，张嘴敢要二十万？两千也行，划价这事儿好吗？你见过钱吗？这演员我见过。上个月我跟府门来了个说评书的啊，一个人还给了15万，真是。您要的也太少了。说半天我要少了，要少，我以为要多了。哎呦，我们府门有的是钱，您这要是讽刺我。行行行，打我们脸呢？这样，20个人呢？我呢？说个价，40万。不行不行不行，你看。你一个人那评书就15万，20个人得300万，20个人40万，人家评书一个人15万是一个人演的一堂演一堂会啊，懂吗？您这20个人演这一堂堂会，哦，他自己盯一场2-3个小时，人家一个评书一个人盯下来，人你们20个人盯下来，人家该挣多少钱是不是？是是，20个人40万，那我们愿意去，可以吗？愿意去，那就行了。好，咱们达成这个口头协议，没问题。到时候你们这20来个演员到我们府门上，尤其是你们说相声，哎，你们跪着说的时候，跪着一定要注意，你先当规矩，等会儿我们怎么说相声啊？你们那个跪着说相声的时候，不。是我听错了，是您没说明白。我嘴里那么有毛病吗？我们跪着说相声，我说的还要多清楚。我们上你们府门，给你们跪着说相声。干嘛？都是俩肚脐眼干什么？不是，没肚脐眼，甭跟这人身攻击。干嘛你？我们是
我们是相声演员。跪着怎么了？我们是，咱说句好听点的，叫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什么反应？这叫不是有点文艺轻骑兵？你干什么？你这两天有点晕。哎呦，至于吗？文艺的轻骑兵，啊，笑星。相声泰斗，未来的新星，我们都有人格，我们有艺德，我们那么些演员，我们跪着给你们说相声。你想什么呢？你要疯啊！你是你们接过堂会吧？都接接堂，有的时候给人那个接那个拜寿的堂会，那本家是老太爷，这过生日，那个九十大寿、八十大寿，是不是给人磕头拜寿很正常啊？你这人那是不是跪着呢？你真是够外行。那跪着说又怎么？我们云那会儿给老太爷磕头拜寿，允许。允许对，我们不白跪。哦，给红包，对呀、啊，是不是这意思吗？归根结底不就这点钱吗？啊，这红包能给多少钱呢？呵，丢不得，有十块，有二十的。行行行，这就是文艺的轻骑兵。哎呦，那天你来相声太有对我那笔上次还有一个五粮液的瓶盖一扫八块八，扫哪有？行，两天喝五粮液了是吧？这难喝，行行行行。哎，我们也不让您白跪，你别我说了吗？啊，我说让你白跪了吗？不，那你这跪有什么？有八块八吗？我们府门上跪着说相声啊，一跪五千，五千块人民币，我也五千个大嘴巴，五千怎么？五千一跪。一跪站起来重新跪算两跪就一跪就给五千两跪一万两跪一万对现在需要跪吗跪给钱吗不给钱可以让我当干爹人吗那我不认认吗我跟高峰一辈儿你现在给我跪有什么用啊不是到我们府门上跪着说跪不跪跪跪五千跪跪别跪不哎算了算了哎哎哎你们还是别跪了别你们演员都有人格嗨那都是胡说八道你真是你们有艺德他骗外国人的你知道你们有文艺青文艺青青哎我自己都快不信了真是相声太有未来相声青青谁你说这那个王皓月跟我没关系这么说贵吗贵贵就完了啊那就行了哎呦一贵五千两贵一万还真是照顾当然照顾照顾我们府门有钱这贵从哪儿演我跟您说啊毛毛雨了这叫什么堂会堂会我们懂你们懂吧像您的大宅门规矩多对对吧您啊把规矩交给我嗯省到时候给您弄出点问题来弄砸了行有什么忌字啊懂得真忌讳不许说的呀我们都懂这个多余的规矩没有啊咱把这个祭字聊一聊好好我们老太爷有那个不爱听的字不爱听的话千万不要说都什么话大府门规矩多一般都有忌讳您说我记着哪有这么几句话注意听啊像什么那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屈我冤这里没有我这都他们干的就这种推卸责任的话一句都别说您放心嗯我这相声没有这话用不上对你去了之后我们老太爷一高兴哎呦不是那个张九林是不是哎不您老师就喜欢听你相声哎你这个扇子不错啊这是谁做的呀我不知道说出来是不是说出来我第一句说的就是我不知道说不说明我真不知道你真不知道你不能那么说那我怎么他比如问你这扇子谁做的我说一拍胸脯啊我做的你硬气点、哦、硬起来不管用你老爷问这扇子谁做的对我一拍胸脯我做的我做的那他要让我做一把怎么办我们老太爷是看演出是看做扇子对他说哎呦你给我做一把他是看你去做扇子吗他万一有这个习惯呢不会的他只是看着您应下来之后我做的他高兴是哎呦好今天我看见扇子发明家了赏五万赏五万就告诉他一个我做的就对五万他高兴他看你这么硬气我做的哎呦还能做扇子高兴赏五万好这演员多才多艺不是那我们这万一我说出来哦你们这些二十来人对呀、啊、有不注意说走嘴万一哪位把他那个不爱听的字啊吐露出来人多嘴杂的那坏了怎么了我们老太爷脾气很大努嘴发瞪眼杀对不去了不去了为什么你们那太狠了努嘴发瞪眼杀就给杀了哎呀挡死了你听错啊努嘴发瞪眼傻不明白这话你看怎么叫瞪眼傻他这个人呢他有身份有地位不怒自威他有威严他一瞪眼一生气你们会傻掉的哦就吓人呢、哦、一瞪眼哎呦你们就傻这么厉害瞪眼傻、哦、那这努嘴罚呢努嘴罚他要不高兴了冲我们手底下人有暗号啊对这一努嘴就是要罚你们的哦罚什么呀罚钱呀罚钱是的呀那一努嘴罚多少一努嘴罚五十万一努嘴罚五十万罚五十万两努嘴啊那就一百万了不是那你们老爷要跟那儿没事干坐那儿来脸有毛病他老臭我们这不倾家荡产了我们不得
人家老爷有毛病，谁没说？你这样，老给治治去。没有这病啊，你只要别招呼就行，别说出来。一点事儿没有，我还真是有点寒。没关系啊，这么办啊，谁挣钱都不容易。是是，咱们可以现场咱们排练排练。这还有排演的。因为我跟我们老太爷手底下得有20来年，哎呦，那老那时间长了，他那个脾气秉性我都特别了解。行，现在我学我们老爷，你要能把我对付过去，你见上他之后就八九不离十。哎呦，那没问题，可以吧？那我太我照顾照顾你。好 好，咱们可以排演排演，谢谢。看看你能不能说出来这些字。哟，您放心，我尽量肯定，我控制自己不说。对对对，哎、咱们可以练上，到时候你给手底下人，行，让他们都少说，让他们你来对接工作。咱们您帮我就完了。嗯，咱们把这桌子搭一下。搭桌子干嘛？这就不是你们讲相声的桌子。那这是？这是我们老太爷的办公。桌哦，改办公桌了。办公桌哦，这边观众看不见。好、哦，你先来点。哎，好嘞。再往后来点。干嘛呀？差不多了。行，这是办公桌，办公桌。当然，办公桌得坐着办公。对，我得搬把椅子。还有一，你说，怎么过不来了？好家伙，还有办公桌，我也是头回想到说相声还用得着这，但是挺好啊。真是，咱要真是能挣出这钱来，你甭说办公桌不办公桌。不必紧张啊，咱们只是排练，就算说出来了，我现在也不罚你。挣钱了吗？只要你当天别说出来。年底了，咱也来说呢，我们老爷虽然是公众自危，但他这个人也是平易近人的。你不知道，他虽然岁数不小，但是你干嘛呢？绑上点。你绑我干嘛呀？咱不是准备这个模仿见老爷去吗？见老爷怎么还绑着见呢？啊，对呀，我难得找着你，我找你好些日子。我知道，我怕咱们再走散，大街人多。三里屯这太古里这边人都多着，我认道。你认道，到时候你出去光看漂亮妹妹，到时候我先走散。你太古里出去天天溜达，你干什么？我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天天溜达？这样吧，啊，你们演员演完出不得出去溜达溜达吗？我不爱在后台睡觉。行行行，咱们就绑上点得了啊，绑上点。好，绑上点，那是绑我一个，那20多人都绑了。绑他们干什么呀？当然是绑你管事的嘛，哦，对不对？绑你一个人就够用了啊！绑上你，他们就跑不了了，对，他们就好找了。您说明白了啊，他们就好找了。好，好，咱们就准备见老爷。好的，别紧张，我不紧张。来，跟我走吧。哎，走。咱们模仿一下见老爷的感觉。哎，哎，你叫什么来着？张九龄。哦，对对对，张九龄。对，今年多大了？28岁。太年轻了，是啊，哎，您回来，您回来，怎么这话听着很惋惜的样子？什么叫太年轻了？不是惋惜，那是我是觉得敬佩啊，今年28岁，对呀，年轻有为，这么有能耐，这么有才华，没有什么才华，我是敬佩。哎呦，太年轻了，说您有为，谢谢您，有为，年轻有为，这么一个好同志，我您不是佟有为吗？对，我外号佟有为，对对对对对，咱们走吧。哦，好，哎哎，走快点。干什么的？说相声的。说相声的。对，我也救不了你。这是，我也不用，我也不用救，不用救我。不是，怎么什么叫救不了我了？我是说您非常有才。啊、我是说相声，您屈才，给您来一个副总统当，您当得了吗？我副总统，副总还当不了呢。就是、啊，当然副总再说吧。行，我也救不了你。努力吧。啊，走吧，走吧，快点啊！哎、走点，走走。我这玩意也没钱。哎呦。说着说着咱就到，哟，终于到。咱们这个班房啊，我们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收发室啊。班房咱们见过几位头，全他是。哎，这是几位管事的。好好，一会儿咱们端茶倒水，有个照应。你给我引荐引荐，引荐引荐。哎，瞧这位了吗？这位是，这位是王头。哎呦，王头，这是王头。您好您好。这位是马头。哟，马头。马啊，这位是张头。哟，张头。这是啊，这位是赵头。赵头。嗯。王马张赵，哎，脑子不错，我到开封府了。不是，这是巧合而已。啊、他们都姓这些姓儿、哦，巧合。您贵姓？啊，我姓展，展昭。他是开封府，不是？哎哎哎，别闹别闹，回来。我是说什么呢？他们是王马张赵的巧合，啊、我起一个配合他们。那您外号外号有没有本姓啊？有啊。您姓？我姓窝。哦，窝头。哎，别客气，哎、好嘞。别跑，就是窝头。行行、啊，你在这等一会儿，哎，我给你往里回禀。谢谢。往里回禀啊，咱这台也稍微小一点。嗯。是催的，这边观众就看看电视吧。给老爷回，张九龄让我给绊着了，有点歪。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呢？哦，是这样的，
张九龄没在北京，跑到天津抢了两家银行，我一直追他到酒店，翻出两挺机关枪，一箱假钞票，老爷您别动刑了，他全招了。好厉害呀、啊！把他给我带上来。好的。九龄老师，哎，您老师真是上人见喜，是，咱们可以进去了。见他见了、哎哎哎，不去不去，哎，不去，哎，不去，你别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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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招大招大招，先过来，不过呀不过呀，不是，你看话筒，我不找话筒，你说，不是，在这儿说，我不在这儿说，在这儿说。刚才你跟您老爷的对话我都听见了。不是，我只是交代点事儿。甭交代，咱回禀才能进去。不不不不，是咱不能愣进愣进，没礼貌。交代交代事儿归交代事啊，张九龄让我给绊着了，这什么意思？这话。哦呦，啊，怎么了？你这个人什么耳朵？我怎么了？我说的是我跟张九龄我们见着了。见着我可算见着您了、哦、就是我找到见着不是绊着见什么绊着、哦、我说的是见着不对呀、啊、嗯他没在北京跑到天津对呀、啊、你不前些日子在天津吗、哦、我在天津我得去追你找你结果没找着吗、哦、是不是他抢了两家银行说你到天津找了两个同行、哦、说相声的同行对有公干的不是、哦、追我到酒店我说您住的招待所不是、啊、我说您住的江海花园这个好听你住的燕园大酒店呢对呀、啊、那不是住的酒店吗酒店我不得追到酒店吗、哦、翻出两挺机关枪说你会唱梆子腔一箱子假钞票还会唱石调老爷别动刑了老爷事儿办成了他全招了角儿都腰了等于说我全听错了您的耳朵拉稀了那我是得治治您是不是有病这钱挣完我先治好就是啊那还不见老爷行了见见你走现在走那不走不走还是的来来来通禀一下咱们就见老爷去好嘞张九龄一命告尽为无怎么还喊唐威呢跟这儿我没有喊杨威啊喊杨威唐威威武啊威不是唐威这是为了让我们这个家属女眷躲避躲避怎么还躲避啊你们说一下什么来了我们这个家属女眷不愿意让他们瞧见让、哦、他们听因为你们那里面很多这个糟粕的内容别听这个真是现在所有女同志都出去吧凭什么呀这威武款就是家属女眷嘛对、哦、都出去都出去了是吧让他们这也很威武就是他们来了你们可以可自回屋了明白了躲避躲避啊不是什么唐威啊，好好好，张九龄一命告尽为无。躲避躲避，走走走，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我这烫着脚料子，什么稀里哗啦？你怎么给自己加那么多戏？不是我加戏，这不是脚料。谁走到稀里哗啦的？这是我们后厨大师傅上菜的时候，不小心把盘子踩了，地下都是碎碗碴儿。碎碗，你踩着碗碴儿一走，是不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你等会儿，等会儿，咱们不是排练吗？对呀、啊，排练怎么还有碗碴儿啊？万一当天真有这个情况发生呢？哦，你看一堆碗碴，你不敢走了怎么办呢？咱没要这么真实吧，这个东西。到时候你不敢走了，咱把当天所有的情况，咱都得这个提前。汤汤碗碴，哎，防患于未然。好好是不是好好好，来，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然后您就可以跪了。这跪给钱吗？当天给。啊，当天。现在咱是排练，行行，但是你排练得跪着呀。好好，是吧？嗯，跪啊，哎，跪跪跪直了啊。外边怎么横，里边怎么横？大的边小的眼一瞪眼，钱归你了。大汤不种高粱，二汤不种黑豆，跑坏了鞋得太爷我自个儿买去，跪直了。哎哎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哎，你先等会儿。干嘛？连打带踹，嘴里骂骂咧咧，干什么你啊？您多原谅啊，我找您时间太长了。我们老爷一分钱没给我报销，光鞋我跑坏四双。是。老爷什么都不管我，哦、这个任何差旅费什么报销不管，没钱，没钱他也不提，对，他也不提你也不问，是不是？都是没了，咱就我是骂他吗、哦？你是骂他呢？对，你打的可是我呀！您这那么多钱，您是不是委屈？我这挨一下踹我怎么了？一跪五千，您多比去好不好？多比去跪了。那真实那天你也这样吗？真实那天也这样。哎呦，给老爷回，张九龄带到。下站。这。
您出来。哎，出来。甭分角色了就。人物分半。不用不要。不是，那人谁呀？那是我们老爷。你们老爷？对。还有取经的任务。什么叫取经？干嘛呢？跟那儿我们老爷是怕看不清你，手搭凉棚是吧？仔细的看看看看。哎，英俊的张九林老师。哦，就我。那我怎么着啊？他什么样，你什么样？跟他学。你这样看他，他高兴。好，你也那样。好。你叫张九林呐？哎，我叫张九林。你好大胆子！我没胆子。您出来。行了，过来吧，别再做戏了。我得先录这个。不，你先别录了。啊，老爷说什么？你好大胆子！我胆最小。不是，别害怕，他夸你。这是夸我。你敢跟他对视，跟他一样的动作，啊、他不高兴了吗？上月那说评书，我们老爷一看他就尿了。尿裤了！哎呦，今天你看你敢看他，哼，镇定自若。那是我有这心理素质。夸你，你好大胆子。那我怎么跟他说呀？跟他硬气啊！我们老爷这个人就喜欢硬气。哦，你这么说怎么说？一拍胸脯，横打鼻梁，你说，哎呦呵，胆子小了，也他妈闹不到你这儿来。一定要硬气，一定要有这个零碎。甭零碎，一拍胸脯，横打鼻梁。对。哎呦呵，胆子小了也他妈闹不到你这儿了。对，这能行吗？太行了，人家爱听啊。哎呦，有我呢，真的，我说什么是什么。行，咱这排练了。哎，好，跪。哎，你叫张九林呐？我叫张九林。你好大胆子！哎呦呵，胆子小了也他妈闹不到你这儿来。你抢过几家银行啊？一家都没有，您出来。过，不是，你们老爷这是人话吗？什么不是人话？什么抢过几家银行？我没抢过。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老爷说什么呀？抢过几家银行？我们老爷说你演过几回双簧。双簧怎么烫的？我没有。你演过几回双簧？你抢过几家银行？嗯，你演过几回双簧？确实很难理解这几回呀、啊，他不问你说不得了吗？不是，我老演双簧，老演双簧，告诉他几回，我没数过，哦、没计算过。好啊，那你就这么说。怎么说？你说那就没数了。抢银行没数？什么抢银行？什么演双簧？双簧啊！你演那么多回，您的艺术技艺肯定特别精湛。对呀、啊，是吧？哦、没数了啊！有我的数。行，好。你抢过几家银行啊？那就没数了。你还活埋过人？我活埋没有过，没有过。您快出来！就从那儿出来。哎，这太行，这咱省事儿了。哎，你们老爷说还活埋过人，我哪干过这事儿啊？我们老爷说你也斗过哏。我这你还斗过哏？斗哏？对呀、啊，就站在桌子外面斗哏。他说呀，你呀捧哏的时候多啊，是不是也斗过哏？哎呦，我经常斗哏，对吧？时不时的，我经常在外面演一演。你看您捧逗俱佳呀。对，那是我想斗就斗，那是我的主意呀、啊。就这句。哪句？那是我出的主意。活埋人是我出的主意，你别老提活埋人，是逗哏，逗哏啊，你自己安排，逗哏你出的主意，好吧，出事由我，您请回来。你还活埋过人？那是我的主意。你是那头？我是那手下，我不是那头。你怎么不是头呢？废话，我能是头吗？演出我找的谁呀、啊？找的我呀。钱下来给谁？给我呀。出事谁负责任？我负责任。那你是不是头啊？那我是头。是头为什么不迎头啊？请回。那我是头啊，当然是。您是那头，我是那头。老爷问你这话，你屈不屈？屈，全是那孙子教给我的。这有一人，行不行？那别吵我。啊，这都人物。行，就是你教的。什么叫这孙子？就是你教给我的。朋友，你让我说。刚才我说没说？我不知道，我屈我冤，这都不能说。这儿一问你屈不屈？我屈。我不屈吗？咱全完，全完怎么着？你也挣不着钱，我的饭碗也砸了。哟，你这一屈，老爷以为我窝头从里边吃回扣，您可没有。
我是没有啊，您当然没有，我知道您没有。这演出给你40万，对，不贵5000，一赏钱50000，嗯，你去吗？我不去，不去，凭什么说去啊？你一说去不要紧，咱全砸了，咱解散了。那别解散，你太不负责任了，朋友。那我怎么回答？你不能说去。那我说，哎，问句话，你去不去？我回答，我不去。我说不去。对，他照顾你啊，他再跟你确认一遍。怎么确认？他说你真不去吗？我说我确实不去，确实不去。然后他喊来人，嗯，这是暗号。什么？这一喊来人，赶紧站起来啊，然后把大号一兜，哎，兜他干嘛呀？结账了呀。啊，结账了。什么还没演？先给钱后看演出，这是我们府门的规矩。主办方就是神仙，对呀、啊，我们府门就是有钱呀、啊，先给钱。哎，他一说来人，就是来让手底下人来拿钱、哦、现金什么的。他不光现金，还有珍珠、玛瑙、碧玺、猫眼、什么钻石、玉器，就往你这里拽，全往这里。你能兜多少拿多少，你兜多少全是你的，所有东西都往这里拽。好好好，听懂了吗？没问题。一听来人啊，就是赏钱，赏钱了。行，记得住，记住。从头来一遍，什么大头排练一过，咱就算见着了。好，当天就这么着了。太棒了，当天也没有什么复杂的。行啊，从头来。哎，张九龄命高进威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四碗茶还没扫干净呢，怎么的？来来，跪跪跪跪跪跪直了。外边怎么横，里边怎么横，大的边小的点，一瞪眼前归你了。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跑坏了鞋得太爷我自个儿买去。跪直了，他妈！骂他们老爷，给老爷回，张九龄带到。下站。OK。你叫张九龄吗？哎，我叫张九龄。你好大胆子！哎呦呵，胆子小了也他妈闹不到你这儿来。你抢过几家银行啊？那就没数了。你还活埋过人？这是我的主意。你是头，我就是头。老爷问你这话，你去不去？不去。你真不去吗？确实不去。来人，赏钱，枪毙。哎，我去。真就完了。